啪的一干过去。哎，老四啊，我大庆，你搁哪儿呢？说你看这边范老四这一接啊，大庆啊，有事儿啊，你给我打电话。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刚才是不是联系长春小贤了？长春小贤，我不认识什么小贤呢，咋的了？你说事儿吧。你有两个老弟是不是上长春说钱丢了不咋的弄井的，完之后了给人酒店那个老板给绑走了，咋这事儿你都知道了？人打电话找到我了，那是我非常不错的一个哥们儿啊，说你看这拥护啥呀，没多大个事儿。啥玩意儿没多大个事儿啊？对于你来说六万块钱是小钱甚至不算钱，那对于我来说他们也是一个好钱啊。再一个我钱丢了为啥不能往回找，不能往回要啊？那边他们也不讲理啊，说钱他们给拿走了，完他们不还，还给我弟弟给打了，有这么办事的吗？我不绑他我绑谁啊？行了，说老四啊，这要是别人呢，我他妈也不说这话了。说你这么的，你别着急啊，这个钱呢我帮你问一问，你也消消气儿啊，就拉倒得了，犯不上这干啥呀。长春小贤的人不错，挺讲究的啊，跟我挺好的，而且说都离得不远，咱整大可不好啊，给我个面子。你先别说给不给你面子，我丢这钱咋整啊？你放心啊，我跟你说你放心吧，指定把钱给你找回来。你说的啊？我说的啊，找不回来我他妈赔你六万，多大个鸡巴事啊，搁这块整的，说你看还把人给绑走了。那你说就行，大庆，那你联系他吧，这钱你看看怎么回事，你给我个交代。行，你等着吧。啪着一撂又打给贤哥了。喂，兄弟，我大庆，怎么样，你联系他了吗？我联系了，才给他打完电话，生气了，说这个丢了钱呢你们不但不给，完没事还他妈给人打了。没有事儿，都小事儿。说真的呗，那个你也别着急，这个钱你看这个六万这边这么的，大庆啊，既然你说话了，我也不给你添着麻烦。你这样，你别管我咋整，我把这六个 W 我给你带过去啊，或者说我给你转过去，咋都行，咱把钱给他。那你这么的，小贤，你最好来一趟啊，最好咱说你来一趟，小贤，是不是？咱说把你的哥们一是接走，二一个呢，我也让你认识认识这个范四儿啊，人格随话吧，挺好，哎，还行。做的挺大的啊。那行，说你别着急啊，大庆啊，我先把这六万块钱我给你准备好，完之后呢我这边给你个答复，管着是我去呢还是我把这钱给他打过去，咋都行。行，那你尽快吧啊，尽快啊。好嘞。趴着一撂，说你看贤哥身边这帮兄弟都搁那瞅。贤哥，这钱咋整啊？我估计西谷二哥不能骗我，在他酒店不应该丢钱呢。这样吧，说他妈搁朝阳丢的，朝阳钱宫归谁管？海波这一瞅，归秋刚管呗啊，整个朝阳这个钱宫都归秋刚管。这么的，我给秋刚打个电话，啪这一干过去。喂，秋刚啊，我小贤啊。你好啊，贤哥，咋的了哥？我跟你说这么个事儿啊，你问问你手底下这帮小偷，这帮小孩啊，有两个外地人从黑龙江绥化过来的，挎了个大皮包子，里边丢了六万块钱，说你看就在你们朝阳区丢的。兄弟，你帮着贤哥问一问，贤哥，咋是谁找到你了咋的？这个事儿咋非找不可呀？非找不可，我一个非常好的哥们啊。那行，说这个我帮你问问啊。我帮你问问，贤哥你别着急，这个黑龙江绥化过来的，对，绥化过去的。行，你等我信儿吧，贤哥。好嘞。说你看庞毅搁边上呢，刚哥，小贤啥意思啊？搁这块熊咋办呢？还是说他妈跟咱们搁这块他妈整事儿呢？鸡巴一个六万块钱咱他妈也没偷，他外地来的咱偷就偷了呗，别说他妈咱们还没干，就真是咱们干的，小贤也不应该冲咱们要钱呢。兴许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。你这么的，庞毅啊，你给那个隐辉大行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，
是不是哪个手底下的小孩偷的，要真他们偷的话给要回来啊。小贤的人还行，管咋的跟咱吱声了，不能不给面子啊，给打个电话去问一问去。你说庞毅这一瞅，行啊，我给打个电话。咱实话实说哥，在当时96年啊，说整个朝阳区，哎，你得不能否认邱刚的大，属实牛逼。整个朝阳区所有的钳工，所有荣门这帮小孩军官，哎，全是邱刚弟弟。这玩意儿你不服还不行，你一般人归拢不了，说你看你不佩服都不行，哎，指定是手子。说你看这七拐八拐，该说不说哥，可能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，说觉得这玩意儿咋问咋打呀，这他妈怎么找啊，没法找吧，这是咱们老百姓认为。但是人家看来都是一层管一层，各管一片。庞毅说你看管着桂林路，管百草路，是吧，包括说尹辉他们当时各管一片。这一打听，手底下一共就鸡巴十多个二十来个小偷，很好打听，很好问。而且这帮小偷不敢不跟大哥说实话，哎，一问都得说实话，他们得上交，哎，得上供。说你看这一问，这小虎和小乐吧也承认了，当时正好归谁管，归他妈秋虎管。虎哥说是我俩拿的这事儿吧，说你看秋虎一摆手，没有事儿啊，谁也没说怨你们。那啥，那钱搁哪儿呢？给拿回来，钱都花了，虎哥啊，这两天他妈花七八千了，拿回来吧啊，剩下的都拿回来。说你看花七八千，当时剩五万二千多，不到五万三，等拿到秋刚这儿，哥呀，这五万三放这儿了啊，这是小贤打电话要这个钱，我给回个电话。喂，贤哥，哎，秋刚啊，这个放心吧，贤哥，这钱呢，这个给弄回来了，但是手底下小孩不懂事儿啊，给花了七八千。说贤哥，你看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说这么的，那个我派个兄弟过去取去，别，我找个老弟给你送过去就完了呗。啊，贤哥，送到那个金海滩咋的？你这么的啊，兄弟，咱俩之间啊，贤哥也不是不懂规矩。找钳工要回来的账得是一家一半，你这么的，你留三万，你把那两万三给我拿回来。贤哥，有你这话，我秋刚呢心里就舒服了。哎，贤哥你能认这个事儿，认这个理儿，你让兄弟心里得劲儿。啥不说了啊，这边啊你可别给我拿一半了，你拿一半的话你不骂我的吗，我都给你拿回去啊。贤哥你放心吧，这就给你送过去。